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ET 财智 Talk。 嗱，环球央行啊继续加息啦，再加上本港未正式通关，而我哋呢边港股咧走势都几弱啊。咁唔多唔少咧，都会影响到个地产整体投资气氛嘅。咁究竟反映晒几多咧？可能系好多我哋嘅读者或者网友咯，好关心嘅话题。所以今日咧就非常高兴咧，可以请到高力研究部嘅主管李婉欣 Cathy 一齐倾下偈嘅。Cathy 你好。